哎，那很白痴，已经换角色几率了。对啊，我想说看一下好了。嗯，为什么是这只？不是推的衣服吗？突然看了一下啊，10月6号。啊，好吧，我 看错了，到这个，嘟嘟。嗯，你怎么还没有准备开台啊？在那边看泰摩卡。啊，你不是要去玩那个少女吗？我还没有，去开台，去准备开台，去去去。哎呀，等一下，把我手买葡萄干给我。哦，五指葡萄干这么大颗的哦。行，我觉得。葡萄干那个味道我好受不了，我还是去吃那个好了。五指葡萄比较刚进来画面好恶，那你可以离开啊，而且不能打双等于哦，你会被 ban 哦。再给你一次机会喽，好啦，开始吧。解任务，解任务，准备好了，好，加油，太太加油。哇靠！怎样？你是谁？我忘记了，我忘记了。你每次都说很难记，你是嘎嘎吗？每次都说只能抢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吗？还是什么的？没有被忘啦，只是我忘记了。你哭爽没？僕にとっては都合がいいのですが、双等于不被 ban 啊。都合が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大家都不要忘记。我玩开台前呢，还在那边摸我的绘图板。我跟他讲说：“你今天有手感吗？你要不要让我画的？”没有啊，没有被 ban 啊，不会被 ban，那都是手动 ban 的。对吧？有没有小鱼会先删掉？你是看到什么觉得恶心？哎，小鱼。嗨，小鱼。嗨，还是我们开个泰亚瑞亚来玩？
大家安安懒了。唱的不错，你不能太拉了，因为你在上班了吗？要说你是做老板娘的吗？啊啊，等一下，你提醒了我，这虽然不相干，我要上一下动身，买一下糖果。他们说万圣节到了，要买糖果。那看到你就等于看到动身。打了？没有啊，玩动身。感觉好冷，会吗？很赞耶。你看起来像动身吗？不像啊。结束了！原来嘎嘎不想跟我玩啊，是哦。好了，结束了，我们换下一局。滚！哎、欸，泡芙哎、欸！台东一，你就要怪他。我能听到声音，总是32,200的。哎，嘎嘎，不想跟我玩就说嘛，何必这样子嘞？我没过四五双特效，因为这是修罗，有人修，修罗场不会有。你开自动的，我有讲过啊，开自动也不能怪我啊，是你开自动的问题啊。哇，怎么这么棒？我解每日的，我是来解每日的，还不是跟你们玩的、欸。你想跟我玩啊？没有，你没有很想跟我玩，我感受不到你想跟我玩，我感受不到，完完全全。打错了啦！没有，你不想，你才不想。啊，为什么自己跑位置啦？没有，你只想羞辱我，我都感受到了。你撒娇，你要怎么撒？你要怎么撒？初级失误。我在吃葡萄干。我发现你好容易合小牌哦。你好像以前的我。好不容易抢到的啊，嘎嘎，没事啦。
会好不容易抢到吗？我蛮常跟你玩到的啊。刚才喊下去，嘎嘎是不是压力很大？没事啦，没事啦，下次还有机会啊。怎么关自动啊？啊，就这边打开关掉，打开关掉而已啊。什么？这样打开啊，这样关掉啊。没有，他搞不好来解每日的啊，只是他解什么每日我不知道。哪挖哥鬼啊？你也想一起慢慢解每日？国士无双不像是慢慢解每日呢？没事啦，你看一下，你如果这次没合到国士无双，你是不是很难过？哦不，没了。对不起第一场的朋友了，没事啦，真的游戏而已，不要想太多好吗？嗯，吼，你给我画图哦。画什么图？不是啊，你要你把那不然你把你的那个，你把你的例会丢给我，麻子，你把你的例会丢给我，色图没办法，不好意思，我也很想画色图，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很想画色图。你怎么又退缩了？不是啊，就色图没办法、啊，色图那个骨架那些我都真的没办法。我昨天一场都没合到啊，妈，没事。然后是瘦，这很不会坏。哎，干，你们注意一点哦！他们在杠下去，我心脏不够啊！我只想解每日啊！你这样子，我要去画画咯。嗯，没有啊，要杠就杠，没关系。不用看在我脸色，要杠就杠，有本事你领上开花，好吗？好恐怖哦！我们是来这两张牌。我要去泡澡了。好的。啊，你力会先丢给我啊！你不是只叫我帮你画？你开玩笑的，我是真的要画啊！你给我，帮我去诺伊那边找图来画咯。因为你们那时候狼人杀联动有例会在那边啊，不然就从那边 A 哦。哇！
你自己去找，所以可以咯。啊、你快去泡澡，你快去泡。哪张？不是麻子的例会啊。你的我会帮你画啦。哎、欸，你怎么不专心开台？你在干什么？赛琳娘、啊，去你妈的！什么叫硬化？你有没有新的问题？你好好跳伞呐、啊！我还没离开你的台哦、喔。好了，立直了，可以第一台了。来听听诺音的台，啊、再讲眉心，我就真的不画了哦、喔。我继续画一堆青豆给你哦、喔。你不觉得青豆很可爱呀、啊？元丰 ，Hello。我有开 DC 群吗？有啊，但是 DC 群是给付费会员。对，公安人安，公安安。四月不看台到处跑，他有看啊，他可能听到诺音在看我的台，跑来跟我打招呼，再回去诺音台啊。贤贤哦，贤贤七点就在诺音的台了哦，那就看到贤贤在那边打字了。奶血，晚点应该会画图啦。我想画就是昨天那个啊，那个麦块鱿鱼游戏的那个图，我拿来当封面图吧。死人啦！又死人啦！才一个，好啦，感谢啦！都白头发，你们都好凶哦！哎、欸，我昨天自己玩的时候视野蛮凶的，因为那时候私下就随便玩，那、啊、怎么都是八千一万八千一万在跑。好、哦。哎、欸，你四暗刻单期我就会帮你剪出来了，你不贪一下吗？单季有两种念法嘛，一个单季，一个单期。对啊，我觉得可以摊呢、欸。
你贪就有精华，你没贪就没精华。你又改名字哦！我天，不是又改名字，你改名字了哦。对啊，你看小鱼那天，就算他没拜托我，他四暗客跳出来，我会帮他剪啊。啊，只是那时候的剪片软体还没搞好啊。我对家分数那么微，没有，我可能就只会干一下说啊，不是解任务吗？什么之类的，干是干啊，但还是会剪精华。啊，嘎嘎的国士无双你要吗？你让大家没有办法玩的国士无双。不是那个没有什么，怎么讲？没有什么好笑的点啊。我现在想剪的是那种比较好笑，像一满牌什么的，除非就是那种你是十三面的吧。跟别人换商章一样的算吗？会不知道欸，我觉得最近大家口味都变了。声控最好剪，可是现在最近声控的观看率变好低哦。我那个杠的那个也只有第几天，第三天吧，3000多个。今天是不是找死台啊？对不起，结束了。哎、欸，他没粒子还可以活的，他没有粒子还可以活，像这个就可以剪出来了。不是下架，让自己缠锁血。哎呀，蒙多，拜拜！我觉得很好笑啊！我会帮你剪出来的。等一下哦，22分钟，好，记一下哦，22分钟。好，请按开始。是前锋吧？那个9016，9016，这个也要再点一次哦，不好意思。好，太无情啦，七奶无情单杀，无情双杀，哭啊！我最想学那个萌萌鼠的声音，龙龙鼠，太无情啦，龙龙鼠，太，你真的太无情了，七奶。哦，其实我最近也在努力，就是私下是在就边录音边自己找那个马河马的声音。要大概是就因为有时候讲一讲讲到后面会习惯用王贝贝的声音在讲话。56。你是被龙龙鼠传染了，他很可爱耶。怎么戳到我的心欸？太无情啊，龙龙鼠！太无我是西普森河马。这样子啦。啊，就没办法哦。那个
每日任务要嘛都是自拍，是蛮可爱的，超可爱的啊。混一色啊。被飞了，太无情了。没事啦，刚刚那个例子让自己死掉的，他都很开心呢。对不对？啊，如果没例子，还有300块可以玩下一场。你现在很呆，你不是也很呆吗？欸，而且真的不是针对你呢，你要想清楚呢。昨天我们也是玩到很晚，然后才，我才传好那个记录档，然后就想说啊，对耶，任务还没解完，房间打开才看到你们说什么要去排段位赛。这个，不是，你又怎么了？粒子红宝牌，还有啥？没了，断腰。来啊，再来啊！你也是，是不是？哦。教主很凶，靠腰！我第一场被飞，我很凶，我被国师无双飞耶、欸！你想一下呢？你想一下呢？今天第一次进东二，有啦，刚刚有进，刚刚有一次进哦，这是第二次进东二了，好吗？大家会的麻将不一样，你说台麻、广东麻将、日麻，这样吗？对啊，东三跟东四还没有。原来进东二这么难吗？我今天的对手都很凶啊。马天安，送你。不行。啊，你们是真的就湖这么小吗？还是因为想要活到东三局，所以才要想慢慢来？温安安，你又结束了吗？你又在空降的时候偷看台，对不对？我跟你讲哦，现在
我是开着你的聊天室跟你的台，然后跟我自己的聊天室跟我的台，很小的国耻无双。来了，决斗了。你要不要关掉我这边啊？你那边有时候在激战的时候不是会微卡吗？我有在看啊。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好，这张我只想要自拍。哦不！哦不！失去的国王，但是你们很小的弟跟我好像不太一样，我也觉得我不太一样，怎么办？是我们价值观开始变了吗？好了，我们活到东三局了，可以到东四了，各位。是说最近 FB 直播电脑会很卡，就没再看了。这个状况以前就会稍微发生嘛。我当时以前的状况是聊天室会被吃掉。你也不看看多我几个梦想家，还蛮多的。后面原来还有人在选我，嗯，刚好对。好啦，不看了，是啊，不能打开声音了，只能偷瞄，不能偷看，不能偷听，精华不好剪。富翁都是梦想家，对啊，很像那种高档餐厅好了。啊，今天只剩下 A5 和牛，好吧，虽然有点吃腻了，勉强凑着点吧。然后再开个85年的多多绿，臭酸掉了。然后第一场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我开错模式，为什么？他想说啊，嘎嘎才和，马上没音乐了，怎么了？我开到那个吗？普通模式了嘛？然后看了一下，不对啊，修罗之战啊，然后看一下扣了32000。那个海什么风连续两次双倍溢满，能让震撼到我，震撼着我。Miro， 有人没想过？谁？你吗？嗯，我想，我刚刚也是在想说，我要混一色吗？还是就是一排发就好？怎么你要第一台了？教主哎、欸、，Hello，
今天整个超弱，没事。等下叫诺音进来打，看看谁更弱。哒哒噔噔噔噔。如果之后有真的像杰克说开那个宝可梦模组，就是我们可能又再回归玩一次，对吧、啊？这样子空闲时间就可以开上线，那边什么等神兽啊、孵蛋啊，然后开台画画都可以。他在 A 配联动叫得到吗？就不知道他是开到多晚啊。我当时也在想，他如果去，既然去 FB 的话，我那时候是想问说，那你要不要去问看看巧克力？反正他也是十点到十二点都在打 A 配，那就昨天就真的跑去打。我想哇，问都不用问哎、欸。今天早上打针，有时间看台了，恭喜，恭喜你有时间。有我没有的那个东西。哦，咋回事嘞？本来想打掉的哎，你在还债了？什么东西？你开始被飞了吗？咋回事啊？不要说最后不得不打掉这张哦，我想打掉这张。不对，我们接任务的，打这个就好了，何必想杀人呢？对不对？何必想杀人呢？欸，我想说我按到取消了，什么国王？就是那个啊，可能会开宝可梦模组，机会应该很高啦。毕竟有时候可能杰克早上也是开台或什么的，应该说大家啦。而且我当时，我那时候跟他们玩宝可梦模组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剪片，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是他们在打，在录影的时候，我就只是在孵我的蛋，我真的就只是自己在培育，是孵蛋、孵蛋、孵蛋。我孵到图鉴只差三个的时候，又更新了新的那个宝可梦，之后又继续孵蛋，这样去凑图鉴，那时候450几个图鉴吧，我收集到440几个，就只靠孵蛋哦、喔。你的 Long 的按钮怎么在左边啊？对啊，我刚才吓到，我想说啊，怎么是在这边？那我的自动合了是在哪边？在这边。Pokemon 有最新版，手机有，电脑有吗？什么电脑？你是说大集结吗？除非你用模拟器玩啊，是吧？死了，绿色哎、欸，哦。这个跟我讲说手气很烂，你要不要脸？你要不要脸啊？手气很烂。你脸皮厚不厚啊？感谢哦、喔。你是浅风吧？好啦，嘎嘎的国术无双也剪进去好了。那是啥？哦，东四，东四可以杀人的是吗？
哇，你们这都是梦想家耶。哦哦，哦，再来随便一张，太随便了吧？一、二、三，绿色的是谁啊？啊，刚刚 RO 是谁？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下话吗？因为我刚刚一直发现说我好像认错人。哦，是你哦，哦，米罗，好好好好好，我想说怎么前锋是在这一场里面吗？怎么是说手气很差什么之类？以为是你，感谢感谢，我不知道嘛，宝牌少女。这有18000啦，很差，差到最后休息做地图喽。哇哦，更大！哇哦，哇哦，哇哦，更大！应该有中礼宝吧？繁星怎么都认错前锋？全世界都是前锋，你知道吗？你知道去路上打招呼，嗨，前锋就对了。还好是自摸，不然就杀人了，不然东一局就没了。有人要零块钱，不然你去路上点饮料，嗨前锋，你在那边上班哦。感谢前锋的会员，你受不了那个留言 CD 哦？等一下，啊 CD 是 CD 这个哦，啊我去改一下，抱歉抱歉抱歉，我以为他那个 CD 的意思是指那个，你要订阅之后一分钟，抱歉抱歉，我去改掉，编辑自定。抱歉，然后结果你好不容易订阅了，然后你我还这样改掉，你是很想骂我？抱歉。哦，我懂了，我懂了，抱歉，因为没人跟我讲啊，可能有人跟我讲啦，啊，我只是没注意到。
想说有时候为什么问聊天室都没有人理我？我误会了，抱歉。一直以来很抱歉，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不会啊，小心在路上遇到我很多，对不对？那小心要拿棍子的，那个应该那个就是前锋。好像打错章耶，靠腰。没有啊，因为订阅留言不是我的本意啦，我只是想说，有些会来洗那个洗画面的，你必须要订阅我嘛，订阅我才有那个发言权。我以为是这样子，跟退群那边一样，你要有追随这个人才可以那个，才可以开始留言什么之类的。就他竟然是那个订阅后还有时间限制，你怎么一直广告？我不知道，所以你们觉得要改回来吗？所以你可以洗了吗？你要不要订阅我？你很久没订阅我了，你可以洗啊，你洗啊。扳手也有限制吗？我记得扳手没限制呢。不用改回来吗？还是要改回来？你们决定吗？这个是你们订阅者的权利。75块啊！好好好好好，改回来改回来，是的。订阅才能留言，我会被说太敛财啊，很怕这一点啊。啊啊！小鸟飞走了。你上次续订就是为了能多打点字，那如果你没续订的话，啊，如果没开这个的话，你不就不订阅我了吗？这样讲是不是有道理？不然你就不想订阅我，对不对？你是不是听六条啊？我希望你是听六条，我会笑得很开心哦，不是哦。感谢。小月的75块，啊，至于这个我再想想啦，这个关于频道会员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机会呢？你的雀魂已经满足，不是龙魂吗？龙魂满足了。
你也想打？你要打吗？我在讨伐 BOSS。哎、欸，对耶，菜鸟在耶，我没注意耶。有人叫你吗？叫你好好专心开台。为什么你在打枪的时候还？你不是在降落哎、欸，你在打枪的时候在低台哎、欸。哦有有有，你在降落了，白痴哦、喔。哦，他挂了。要吗？要七对吗？我们等一个击败点的牌，再来七。就来这张或这张，我气死！可是这样不算那个哎、欸，自牌哎、欸，对每日任务来说的话，我们要换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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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加一番啊，干干我剩章鱼烧了欸，应该是香蕉吧，苹果的话想说算了，最后只能换到钱而已。对啊，太无情啦！
你今天都还没打，去打、啊，干还好。你要离职了是不是？什么牌啊？我什么牌？感觉要七对了呢，不要！话说教主觉得你用足球部长讲话很慢哦、喔，超慢的好不好？讲的话有够慢的哎、欸。跟那个绵羊少女比还好吧？绵羊少女啊、我比较少遇到哎、欸，比较少遇到会讲话的绵羊少女。周布很可爱，原来大课长是周布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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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布是这个周布是解任务来的，不是课出来的。这个是任务周布，不是氪金周布。嗨，不是什么都氪金的好吗？但不是吧？你住手！你好会解任务，还不是你解的？你要不要玩啦？你要订阅我啦！你们看到那个聊天室叫做 WinWin 的，他花了一天打出来的。没差啦，反正你不需要粒子棒啊。欸，你是不是今天吃到火药？你怎么了？你要不要赖我？感觉你今天讲话火药味很重欸。你怎么了？你要不要跟我说？太无情啦！你真的太无情啦！我感觉任务快解完了哎、欸，感谢三位。没有，就看你要定而已啊，不然你又说，反手不能洗板吗？你在大哥那边双粒子的，大哥也在开哦、喔。你是第几个台啊？诺英大哥跟我吗？你不喜欢紫色包子吗？
我差点打掉这张。装满粒子什么东西？气。哎呦，气死！什么鬼？没啦，我放弃了小三元呢，又都没白板嘛，我靠腰啊！没事啦，没事啊。
换了几乎一样的牌回来。对啊，木瓜安安，我要你血债血还。我想想，刚我不杠的话，他就有三张白板的，对不对？其实我刚刚在想这件事情，你忘记怎么加 DC 了？你是有曾经退过是不是？你有退过群吗？因为 DC 的话，你在赖群里面就看得到了。没有，你从来没加过。那赖群你有吧？哎，不对啊，我那天等那个人按准备，我也是等了。哦，等一下，九点了，我烧海胆。海胆比较重要。偷钱。借我钱。再开庭。好啦，应该可以开始玩了。任务应该解完了，我等下来画画了。好啊，刚刚不来，现在来啊。好啊，好啊，我没关系，我没差，反正没关系啊。你也过了很久夹在才加赖。嗯，你剩一千还债中，那你要不要加入鱿鱼游戏啊？你只要玩过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奖金哦。嗨，老居，欸，我其实订阅头像有想要换欸，就是想要换就改图啦，
应该就不是包子了啦。但要换什么都想不到。该不会又要来这两张了吧？真棒！改兔子，不知道哎、欸，就想要改啊，因为它颜色到最后就是橘色了啊，可以色色吗？晚点好不好？要色晚点色。哎、欸，我看完第一集了。我觉得很奇妙的感觉，我在等一下来看第二集，观台又来看第二集。很可爱啊，我觉得这个只会存在在真的是在漫画里面而言，动画里面现实世界不可能啊。加 DC 了是要等管理员吗？那个你那时候进群之前应该会有个 YT 那边应该会有一封信还是什么的，那边会有你的订阅的编码，然后要在那个 DC 群后面就是加个中括号，然后把那个编码打上去。隆隆隆隆隆隆，来吧。哇哇鬼啊，YT 订阅快，你说你快订阅200个人吗？还是什么东西？吉敏大大，你是说你的 YT 快200订阅了？我碰下去可以听，你知道为什么没碰吗？我在低头看光遇。没事啦。我的会员人数吗？你怎么看到的？我编码哦，白痴哦、喔，哦、喔，姓名白痴哦、喔，讲人话哦、喔。七。哦不！
那个动画全名叫做小桃小丽啊 ，Live Live， 那个桃子的桃，栗子的栗，那个什么糖炒栗子的栗，不是栗子棒的栗。不是叫你栗子啦。干，你们都看过，白痴哦、喔！因为那个是谁？不是那个谁，对不起。诺英就是说，哎，繁星，我说哈，你去看这个啦。我说看这干嘛？然后他说，总之我很推啦。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电脑还没好，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推我看，然后是看到最近才开始啊，今天下午才看完第一集，所以我就说。这个只会存在动漫里面啊，现实世界不可能会有啊。木棉花有代理，对啊，就是有代理啊。前几天首播，那个才叫正太，不是那个怎么讲，太奶狗了，不是奶狗，对不起。对奶狗，对不起啊，我只看第一集啦，我等一下来看第二集之后的。好无情哦、喔，太无情啦！所以诺英才喜欢，对啊，他就喜欢奶奶的啊，奶奶的骂人哦、喔。太无情啦。那第一集啊，感谢三位。第一集就有点小福利了哎、欸，女主角淋着雨，然后衣服湿透的画面，赞哦、喔！大鸟鸟现在不大鸟鸟了，他已经怎么讲，换老公了。心平气和，体悟心灵祥和。你刚被剧透了吗？这不是，这算剧透吗？我只是说有福利招而已。我又没有说他们最后跑去戳碰糖。那个打等于点等于的那位，你要记得我们的台规是不能打双等于的哦。艾诺因，你又死掉了吗？欸，他们几个也有在看呢、欸。我一讲出名称，他们说那个很甜。我就好，好吧，好吧。好啊。真的很甜，对不对？黑糖安安，甜。你还甜啊，又甜又甜，又甜，太无情啦！一样的话，你需要听两次。你在第一台啊，贤贤。
没办法、啊，他打字很快，应该是准备排到了，然后很急着要打字。所以诺伊，你要不要玩新路谷、啊？你也可以找，里面也可以多人连线啊，你也可以找次月或彤彤进去帮你当工具人之类的陪玩。没有哦，想。没有想还是没有很想还是什么？卖够杠啊啦！哎、欸，你们怎么都快听牌了？我在干什么？我在混呢、欸。恐怖哦！我都一万多的啦，你们是鬼哦、喔！好了，公寓跑完了。嗯。其他角色胡一满的语气都会比较激动，但那个 A37超平淡的，他就和腻了啊，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不对？对不对？信什么大风大浪没干过？姓什么又粗又大没看过，什么又粗又大的哦、喔？我想一下哦、喔，粒子棒吧，桌子下的粒子棒。五十秒，香港人，对啊，他香港人，听不出来吗？我在回隔壁台的，你听不出来土司喵的香港口气吗？口音。粒子棒是不能掉在桌子下，是不是？你也是香港人啊？啊，我听得出来你是香港的口音啊！来，我们来讲一句 gay 鬼 gay 拐。东西，我想说，为什么有人在问你？没有啊，我在看，我就说我看你的聊天室哦、喔，就是我的画面。其实怎么讲？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在看你的台，但是我的画面是在玩日嘛，所以我旁边有你的聊天室，然后另外一个萤幕是我自己的 YT 后台，
但看怎么都这样的牌啦。那我呢？我很少听你的声音，你的都是爆麦的那种声音。好哭啊！太无情了吧！你干也是打得很直接呢，矜持一点好吗？再要打掉。去。六。对，嗯。你冷静点。这怎么大、啊？这是小了啦，怎么是大三元？怎么可能是大、啊？大优惠。不可能啊，他终打出去了啊。哎呀，懂了。我猜这个是，我还想说一柄的，然后看一下一柄在这里。你娘！哇！Hello， 兔窝梦想家死掉了！哦，我的天！好，感谢信，感谢樱桃。我会把你踢掉吗？感谢黄梦的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躲过小三元，我根本就没有拿到红中，怎么会躲过？而且他也不是小三元呐、啊，在想啥？太无情了！所以诺英在干嘛？还在排，还在跳伞。我看到了，诺英现在单排哦。花精可爱，差不多了。哦，不是，好哦，他跟吐司喵玩哦。想说怎么没看到雪兔 ID？ 不用道歉啊，干嘛道歉？都已经快结束了，当个梦想家不好吗？我是想收集连续观众场24000飞走实况组，你的梦想太恐怖了吧！啊，你要挂台然后去打 PS4 了，好，慢走，慢走，慢走。我想说，怎么柴鸟又进来了？老人，猜猜你的梦想？你是说现实梦想吗？你的梦想可能就是中了乐透，然后斗内反省之类的吧。
只要被 ban 怎么了？哎、欸，小鱼，你都几点下班？应该说，老板娘，你都几点下班？哦，他的梦想哦，白痴哦。我真够水我哦，我真够水给我钱啊！你又死了、哦，你的梦想打松等于，你梦想太伟大了吧？跟我一起玩，玩什么？去汤姆熊玩吗？你要这个是不是？太无情啦，2000块。飞碟球吗？谁跟我玩那个？我跟谁翻脸哦？请不要在我面前玩那种危险设施好吗？我那时候真的站离人群啊，球真的就是往我这边飞啊。和我一起吃炒面面包？不是啊，你是台湾人吗？你是台湾的话，机会就大了一些些啊。你不是的话，要等你来台湾才有机会啊。等你，等你，你几年前就说要等你了。去台湾的时候可以啊。再来吧，再听一张。去你的！有机会组团去组什么团？静香团哦。你打掉了。
啊，没了，只能当演了。环境香吗？他现在是迷存姐了，迷存香，浓存香。金敏说脏话吗？他说什么脏话啊？你说他打字就是脏话是不是？还没听牌啊！我在打什么？嘣嘣嘣嘣嘣！你去机场接他，然后要喊千峰这样子。到机场接人，然后一直喊前锋，然后那牌子上面就写说前锋什么在这，对不对？牌子上面不是都写那接机人那个被接机的名字吗？前锋在这，前锋在这，这样子。然后就上新闻了。一伙香港人到机场捣乱，拼命的喊“潜锋，潜锋”，社会头条。哎、欸，如果真的上社会头条，你要感谢我。哎、欸，你让我想到我昨天贴的那张图，就是我摆下来看看。嗯，整图区吧，找到了，储存图片，储存。哎，你是图片是哪一个？哦，影像吗？音声被打有三声有三。这个僵尸猪人，然后僵尸猪人带你被打到他一拳，前锋，然后当你在机场叫的前锋，这个有没有？这是前锋，然后你在机场喊了前锋一大喊了前锋一声，然后大家每个都转过来。前锋，你们要存这张图，我太吐窝好了。等一下哦，吐窝的哪里呀、啊？哪里可以？我刚找不到吐窝哪边可以提东西。哎，我吐窝哪边可以提东西？我都找不到，我变得我。那么多频道哈、啊，嗯，哦，找到 General， 找到你，本机下载，哎、欸，等一下我先关掉，不然等一下没有精华卷，要图得到兔窝脑、哦，
然后请不要问我头像怎么了，我在跟团团那时候在玩。不是，你要想哦，等到他真的到机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前锋，你们会觉得他是真的前锋还是假的前锋？我不想。小鱼，你到底怎么了？什么不想？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哦，不想哦，好好好。来啊，来啊，来啊！你确定是不是老 G 去接吗？他一定接啊，一定接啊。哪次不接？你东西很多哦，是要送我的对不对？好喂，说到东西，我要继续吃我那个古早味巧克力条。你用那个贴图。刀血用的，我绝对不会过去。什么贴图？我打开都是满满的巧克力的味道。所以是我要去淡水接繁星来？不要，我晕死，我晕爆。不是我对小鱼晕船，是我会晕车。巧克力香吗？吃的巧克力很香。不是，应该是你来台湾之后，你搭到淡水，我跟老G在淡水接你，这样才对吧？假爸妹，他们在讲假爸妹吗？我是什么假爸妹？应该讲那个美不美吧？假爸妹，我不比较像啊。假爸妹，假爸妹，膏状的那个吗？对。不是牙膏巧克力哦，是就是条状的。牙膏那个太塑胶味了，我不喜欢。哇，你五个五哎，再加宝牌哇！假庆忌。隔壁到底在聊什么、啊？我等下闯进去听哦。开赌盘看你抢不抢到房，两条一块的那个吗？现在应该是一条两块了吧？五个五，靠腰，讲错了。对，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塑胶嘛，那你就是咬掉。边边角角的一个东西，然后开始狂吸它，挤它出来。然后可是长大觉得这样好不卫生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流水线是怎样的过程，然后你嘴巴就直接靠近那个东西，直接咬掉一个洞，很不卫生呢。诺英台语可以吗？干教什么、啊？容易打开就可以用干加进去。今天
今天信妈的信得到我，然后我就会对信说，妈的替我们干啊，在那真的是一打开直接骂脏话。好了，小鱼强哦。感谢三位，哇，你抢进来了，你很棒啊！小鱼要猜我给他什么牌了。嗯，你在 DC 吗？我看到了，等一下哦，等一下啦，来了啦。没有催你啊，我在乖乖等待、欸。没有，你绝对是妈的，这个王八蛋要老娘等多久？靠背，是不是抓到了？哦哟，怎么了啦？怎样啦？会不会换啊？怎么会 WD？ 是不是我换对了啊？他推荐给我的没有照上面的换啊。我差点天胡哎、欸！哦，哎，你天胡的话真的是真的可以剪精华了。嗯吗、啊？吗？嗯吗、啊哦？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只是最近有点累累。我知道啊，我想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累累我没有心情不好，只是我最近哎、欸、很扯，我最近都两三点才到家。啊？怎么现在？啊、你说下午吗？不是晚上，然后隔天还要上班，一直崩溃呀、啊！哇，起手机会啊，起手有听牌，当例子就是差点合牌啊！哎呦，不要！你变大了哦！我变大了，我搓一搓就变大了。你不是两万四了吧？不是啊！哦。Oh.我在你丢完之后马上听那一张牌，超级难过。嗯嗯，丢什么牌？八万啊！你丢八万、哦，下一手我就听八万。嗯，想说会有人跟打，结果没有，哭出来。好爽！你真的好烂。不是有人打八万的吗？我只有我摸了他才打的、啊。我好强哦、喔！我怎么可以抢得到啊？你好强哦、喔！真的耶！我靠，他听上面呢。哎，底宝牌也是五万呢！哎呦，哇，好多、喔！哆啦哆啦哆啦呢？哦，好爽！我让你那么爽，其他让你那么爽。谢谢你让我很爽。我感一下，小鱼应该是想要这个吧？
不要闹，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哎呦，这样好不好？哎呦，这样好了。哎呀，哎呀，你怎么不到对面呢、啊？哎、欸，你我、嗯，你要双粒子哦？不，我也想，不是，我也想要双粒子啊。可是我只是个废物，没办法。不许你这样说自己。不许你胡说，因为我可以说。闭嘴啦！气死我了。哎呦，我觉得这个巧克力老朱应该受不了，好甜哦、喔。你说我吗？好耶。那我就不跟你拿。你可以拿，因为还很多。三桶哎、欸，我现在一桶还没吃完呢、欸。没有啊，你现在有三个一桶啊，你还有八桶，还有九桶。你在干哦、喔？你西明哦、喔？你把我跟西明比？我先走了。你很2000块。呵哎、欸，我的棒棒。干嘛？干嘛？干嘛？刚是2000吗？2000。你真的很过分。嗨，前锋。机场回头。我 DC 又坏掉了。怎么了？我看老君麦还是关着的，可是他却一直说话。你没事啊？好可怕。有差吗？那表示你们心有灵犀啊。你哪天懂了也是听着大家讲话、啊。他会不会死掉啊？他会不会撑完东四？哎、欸，前三场根本撑不到东二局，你知道吗？那我很厉害，对不对？嗯。嗯。我第一场被那个呢，被嘎嘎博士走了。我知道，我有看到，我看到那一幕。为什么没打？嗯，所以是开门开业了吗？还是试营运？还没，要10号才要试营运。哦。可是我13号才是。哇！他都来自摸哎、欸。真的耶！哇！哇！小鱼再见了。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走！不要！不要！好啦，那你留下。请求搬新开后门。我不要，我都那么辛苦抢进来，他妈的！哦，我不要，我不要走，我不要走，我不要走。再做一下嘛，再一下，再一场好不好？各位，再一场，再一场，拜托，拜托，拜托嘛。拜托，不要那个贴图，丑死了。不要给我用那个贴图。什么那个？你往那个阿托的日麻交易厅上面看到他的贴图，有够丑的。有看到吗？哦，那是角色的贴图，西明贴的、哦。我看到了，天哪！天哪！这游戏制作者疯了吧？应该最后一场了吧？不要贴，丑死了！妈的，很丑哎、欸！我看到那贴图，我卡住了。我也卡住了、啊，我也卡住了。哎、啊，前锋进来了。所以等一下这一场会有三个前锋。啊，我游戏断掉了。不会啦，不是，到底为什么绕一圈都可以还讲回来我身上？嗯，那因为你是前锋啊。啊，这样子换好吗？双荔枝，双荔枝。你，你妹，会换牌耶？没有，我没有这样子啊。那我可以贴一个可爱的贴图耶。
他们说这只是正太，你相信？啊！啊，都是假的啊！啊！啊！别放弃卡维尔，他有学长，他当然放弃啊！学长那么香，所以我才接手卡维啊！卡维那么香。你不是要那个兔子的吗？嗯，躲兔子。可是这次的兔子我没抽啊，那一次啊。我不相信我的手了啊。我相信我的手，我帮你啊。那你氪啊。不穷啊。我也差不多了啊。我的钱。我在光遇上面也。太点了。有玩光遇的都知道我在光遇上氪了多少。不用玩的也知道啊，你每天po一张 FB， 我就大概知道你那天又刻了什么东西了。很香哎、欸，你喜欢就好，你开心就好。很难得你找到一个游戏刻爆的。我一直都会刻爆游戏啊，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好一阵。我的意思是手游啦。手游真的会刻爆啊，因为你很少玩手游啊，你玩不多吧？是啊，所以才我，你听不懂，我就是知道我会刻爆手游，所以能玩尽量不玩。你连祖母祖母都可以磕爆哎、欸！对啊，我觉得祖母祖母本身就很黑哦，很黑啊，超黑。以前连线的那个，没有祖母祖母就是很黑，对，他就是人拳脚。迪士尼本来就很黑。不要干嘛啦？怎么了？喂、欸，干嘛啦？哎、欸。干嘛啦？你怎么那么紧张啊？你很敏感呢、欸。开后没有？我干，你们俩干嘛啦？干嘛啦？快试试看战聊啦！我受不了了。你们在干嘛？干嘛？在干嘛、欸？哎。哎，糊了！快跑啊！啊，你那么小，我已经很大哎、欸。怎么很凶？谁说？谁断线？没事啊，他已经结束了。你就最凶扳手呗。断线了！啊！我上线了！哦耶，没我的事。欸、有我的事。哦耶，没我的事。如果的事。对不起。你是不是很喜欢我？不是，不是啦，我当掉，游戏当掉了啦。没事，出来、欸。结算，结算，结算。结算。哦。有你合拍啊？这我合拍，真的假的？嗯，你们好废哦！我要两张在赢的。对呀、啊，你们真的好废、哦。断线赢了就跑，对啊，你是他就是送人的、啊。这还没赢，然后就已经先跑，那还可以继续赢。管的啦，就给你们这些垃圾了。就把那会不会赌场禁止入场？大概都是这种东西。哎呀，谢谢凡好。光大小，大家。没事，我觉得你很棒啊，优秀。哈啊！干嘛在唱坎坷是不是？不是啊，他给我的牌跟我想要的牌不一样。好甜哦、喔！你还在吃啊？小鱼，你可以笑一下吗？看看这个会不会比较不甜？这个会更甜。不会。会。那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巧克力比较苦。
你的笑容太甜。哎呦，哎呦喂，哎呦喂呀、啊！没办法，我是糖果吴姐姐，好不好？十号之后嘛，是糖果。对，糖果吴姐。啊，就来买糖果都是叫阿姨。公三小，你真的没被揍过哎、欸。放心，我想立子。你立啊？不是我进牌。你进啊？进不来。那就断线就可以，就会进来了。断线就会进来吗？好吧。三小，对不起。干嘛啦？哦哟。这次没有先跑掉。你怎么不立呢？你怎么了？哎呀，还在想吧。他打了一堆红中一堆发财，要唬我个七万，我真的是气死我了。怎样？我想要进一张那张牌，我要那一张、嗯。不要再打了。啊？什么啦？你要什么啦？我断线了吗？哦，没有，卡住。哎呦，为什么？大小啦！你干嘛啦？等一下，小鱼要这张分这张，还有这张。你怎么知道我要什么？这个棋手，我先截图一下。谢喽。感恩感恩，你有订阅我，谢谢，我很谢谢你。你不订阅我，你不能打字。不要这样子，人家订阅你，你应该说谢谢感谢。我刚刚是不是讲谢谢了？你要说谢谢你。你再一次，再一次，不要，再次录起来怎么办？我录西啊！你录起来怎么办？我只要录起来，我剪出来就好了。刚好录。你，我报警了。哎、欸，我报警了。哎、欸，这个很大哦，这个。这个很大，意思是国。没的哦。国。我不信，来啊！来啊！来啊！我不信，我才不怕你了。我也不怕你。来啊！我不信啊！来啊！我不信啊！我不信啊！哎、欸，我的一发！你们好可怕哦！来啊！我不怕啊！中了！中了！中了！闭嘴啦！哎呀，吓死我了啦！来啊！我不怕、啊！
我是小鱼呢。来啊，我不怕啊，我不怕。你竟然还活着？我你看看你天命哦！笑出来。哎、欸，耶、yeah ！怕。他自摸了。你要自摸了吗？好啦。为什么我会八千？我有八千，很小哎、欸。还是我翻到李宝牌了。来吧，一图。我把刚刚的骑手放在这里。很恶哎、欸，真的有点夸张。你怎么不自摸？你为什么？你不是暗客？不白板哎、欸，我三色同顺哦，我没看到哎、欸。对耶，对不对？他很常忘记，又不能怪我。老了老了，拍谁？叫你阿姨没有错啊。干嘛啦？怎么啦？为什么把人家叫老啊？没有啊。对不对？很棒吧？很会吧？耶！赞赞哦！你要订阅了啦！我订阅还不如给你钱。好啊。订阅还会被抽哎、欸。好啊。我请你吃饭不香吗？好啊。老鞠，明天给他一个炒面面包。明天我上班，那后天，后天也上班，后天也上班，后天礼拜六吧。对，不好意思。讲一讲明年。对啊，明年给他一个草莓面包。哎、欸。完了，繁星生气不讲话。没有啊，我在看牌。糊他，糊他，糊他。又不是我。不要啦！嗯，什么？他可以选择吗？等一下，还是你可以杠二万，然后听五万？杠什么二万、啊？没了耶、不是啊，我想说你可以想什么啊？在想要不要用果实啊？可是你不是荔枝了吗？房号多少？没了没了，最后一场。没了没了，最后一场了。嗯。打台麻喽！平安安，我突然想要小让铁土剩下030哎！耶！我移位了。好棒哦！繁星换的好好哦，你换了松动六万给我，我太开心了，对不对？真的很棒。你果然是我的好妈鸡。不是啊，吉米，你想要030，你要这只角色啊。刚刚那个贴图就像030啊，那个很丑的贴图就像030啊。哎天妈的哇别来哦没事
小的，拜托。不是最后了吗？最后了，结束了。对啊，为什么要小的拜托？因为我这样才能一位啊。哦，白痴哦。骂我？骂你啊，白痴！我四面。你才白痴的。你在白痴欸，哇哇，我裙子好短。こういう時は笑うべきなのかな。走了啦，没了啦，结束了啦。好啦，感谢今天礼拜三的收看啦，要休息了。等一下。私下自己画个图吧，因为狼人杀要用的图，对，这样子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可以转移阵地去看那个开台很卡的诺音，这里，好吧，转移阵地。还有谁开台？看一下，没有了、欸。哦，有啊，优奈。谁呀、啊？感谢杰云的30块。所以真的不加码吗？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其实今天也懒，有点懒散，懒惰。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喽，各位，拜拜，拜拜，拜拜。